试试看拍不拍得下来。我刚刚那个国龙给我吃看。嗯，好好，麻烦一下，谢谢，拜拜。可以啊，哎，那这样就都拿完了。嗯，你们到8月10号了哈，那是搬啊9号，那搬到哪里不知道。哦，好。那你想多少钱？都拿完了。好，谢谢你。你带箱吗？不用。谢谢。哦，我帮你们。对，好像掉一块钱。带走，猪肉无敌猪肉脑，哦无敌，对，然后酥饼，然后饮料我要那个牛奶，对，我要带走。啊 ，OK， 不用不用，啊，对，我用 Apple Pay。好，可以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9:48，我今天一样很忙。待会有一个柯先生，前几天买过一块，他说11点要再来拿一块。然后今天有维修要联络，然后有厂商拿东西来。还是有的。忽然想到，我今天中午啊出去飞那两台，昨天没有成功，应该是这样。哦，这个我儿子也有在做，对啊，他做没，他就是拿着 iPad 边看边做，他其实都没在做，其实他没在做，他怕什么？对啊，不会流汗的吧？麦当劳还是比较划算，这样整个 set 加一个牛奶105块。好，我要出去，应该一个小时。好，到河滨去空拍，那只是为了拍一个镜头而已，就是两只手机的比较。Hands are
12:05晃出太阳，把你担心没有太阳。他现在到和平的，应该是我们自拍的场吧。好，那边，那边场地不错，很适合拍。上面的那个都不见了，前两天还有，不知道是因为台风要把它拆掉。好吧，我还是去直拍轮厂。我背的很多东西，这边还有脚下。12:12，好，我们来准备一下。好，这相机可以到这边了。Mavic Air， Mavic Pro， Mavic Air 遥控器。好，我用 Mavic Air 接 iPhone。好，准备好了。LG G7 Plus ThinQ 接 Mavic Pro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把眼镜戴起来。哦，这有没有戴眼镜差很多？哎，我们来试试看拍不拍得下来。目前是太阳光下面的反应。右边是 iPhone X， 左边是 LG G7 Plus ThinQ， 这样看得到吗？ G7 Plus iPhone X， G7 Plus iPhone X。好了，总算拍到画面了。那我们现在来飞一下。
热的，超热。来找点东西吃好了。其实真的很不好拍啊，因为大太阳下要拍萤幕啊，都会反光，根本拍不到萤幕。我在想，也许我如果有带偏光镜的话，可能会好一些。不过我没有带，不对，我这台好像没有买偏光镜。对，所以刚刚真的很难拍。不过后来我在树荫下面，就是有遮荫的地方有拍到那个画面。其实肉眼看对比是有差的，可是从摄影机拍出去真的很难拍出来。对，可能技巧不够。对，好了，找点东西回去。一灯，已停用闪光灯 ，iPhone 烧了。这什么知道吗？米家空气净化器 Pro。这样，照顾。国际电压100-240，消耗功率是66瓦。看到后面，后面可以看。哦，这些滤芯更换的方法。往这里切。滤芯就可以拿出啊，放回去。它这有个拉的，可以拉出啊，锁起来。这个滤芯跟，不过这个滤芯，小米这个滤芯看起来比较好，这看起来比较阳春。那这个好像也可以塞进去，可是顶不住，没用。这个是放进去之后，它会跟上面顶住，所以还是要用小米。我要插头是这种，就比较麻烦。这个按钮开机，022 A。A 应该是 auto 的意思。睡眠，一个心跳，心跳应该是抢的意思。auto。好，找到这个，找到，然后再回去。开始更新，好了，就这个画面，然后选择推荐标签，我就选择办公工作室。菲菲，帮我开一下，新竹的话，请要等我印个标签，印个那个总表。新竹吗？哦，好，总表印一下。好了，装好了。界面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按自动。简单的
其实它 不很复杂，然后它好像可以跟其他的侦测装置做联动。不过侦测装置我还没有拿到，像它可以侦测室内的温度、湿度跟空气品质，有一个蓝牙的东西，等拿到我把它连线之后再来试。好了，继续忙。把壳换下，那壳，它的壳竟然是从这里破，对吗？这里裂开，好诡异的裂。啊、上来，5:50。我刚拿那个滑板给他，然后我一起走过 Seven， 我说我要去买个下午茶。我买两个这个，结果他跑过来跟我抢着付钱，然后很多人在看，然后我觉得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跟他抢，对啊 ，OK， 那个亚伯特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接下来我要去追新竹货运。不是啊，最好是现在如果在附近，我能够找到他，我因为那个东西有问题，我要收回来把它处理好。就是说在现场我就可以处理啊，只要告诉我他在哪里。哎啊，说司机要打给我也没打给我，现在快六点半了。哎呀，我已经找快一个小时了。好，麻烦一下，谢谢，拜拜。就刚刚那个国龙给我这个，他说是板腱肉，不过我还没联络上司机。7:30，哦，刚刚绕了一大圈找不到新竹货运，就最后是，司机说把那件留在车上。然后明天请他同事再送来给我，因为刚好那司机明天也休假。对，总之很乌龙啊！我今天下午因为事情很多，我在装那块滑板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后桥架的两颗螺丝我没有锁。那因为我最近会比较注意，就是锁的时候整个板子有没有直啊？所以我在锁那两颗之前，我还先再简单测一下前后有没有直。那后来好像接个电话，我就忘了锁那两颗上去，然后都包出去，我才发现那两颗螺丝还留在那里。我想，糟糕，不行，因为本来想说如果寄出去，然后网友收到了，我再跟他讲说我再补螺丝给他，请他自己锁。是可以这样子，可是我又担心他没锁好，对，所以我决定还是把这件追回来，宁愿晚一天也不要这样直接出去，对。
就没有找到司机。还今天中午，去飞空拍测那个 LG G 七，还好中午去，后来下午雨下超大的，这个运气算不错。然后啊，对，另外提，我刚刚可能有讲，因为那个亚伯特他拿滑板来给我修，修完之后，哦、我就跟他一起走到 Seven 门口就说拜拜，我进去买下午茶那个铜锣烧，结果想到他怎么都在门口等啊，我想到他怎么还没走，结果我要付钱的时候他跑进来，你知道吗？跑进来用 Apple Pay 跟我抢着付钱，对，很妙。不过我知道他好意啊，他可能觉得拿滑板给我修，然后我没有收他钱，然后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吧，我觉得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，这人真的很客气。对，好，七下，不，我今天的空气清新机我觉得还不赖，很安静，然后效果我觉得应该不错，但是因为我的办公室里面没有在改滑板的时候，其实空气算还 OK， 再用一阵子看看。好，外面现在没下也可以滑。吓到我了、可恶！虎嘞，虎嘞，你没有来？你今天偷懒哦。你今天怎么没有跑过来？你在这边等，这样对吗？很舒服的嘞。专业在哪里？人家不要，你看专业在哪里？